浪漫的丈夫旅行开始了，真舒服了，不错，玩了再说。可乐，来冰的，快，一人来一个。丈夫的浪漫旅行真棒，看看我们太丰富了，我们有螃蟹，有鲍鱼，有皮皮虾，太休闲了。那我们四个来这里啊，比我们带着他们来这里更方便。他们在那儿喝可乐，让我们在这儿等，我们会不会太乖了，坐在这里等？是的，还不出现，我的温柔要被消耗殆尽了。他已经忘记我们的存在了，把我搞得胃都疼了。哇，真的不行。哦，真的疼，好痛啊，我的胃，哦，特别难受。如果现在很认真的让姐姐把你们再选择一次，下辈子还愿意嫁给你们现在老公吗？我来替你说吧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就我们俩的性格，我可能还要再想想。这个问题太尖锐，给我挺大压力的，有点太过了。峰哥回家之后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很懒得剪指甲，都是我帮他剪，有时候让他做的事情他不是很在意，你就我会不高兴。哎，不好伺候啊。海璐姐，今儿哥发表了一些对你的建议，有什么需要反驳的吗？我没有反驳，因为我知道我的问题啊，但是我也不想改就对了。咱妈在哪儿？跟咱妈聊聊吧。实际上蒋老师在家里呢，他更过分，他更挑剔，这个完全是吹毛求疵啊。你说我很过分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来搞饭吃。太热了。你们是安排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安排的。是在这里面吃是吧？其实可以在外边。对啊，外面环境好看。到底是要景还是要人啊？但是好热哟，真的喂。哎，搞定了没有？到底哪儿吃呢？太热了，我不能待了。你看我这真的很狼狈。哎，轩姨来了。难道你要提问题了不成？现在不许问问题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妹子，饭还没吃完，不许提问题。好害怕，我心里压力好大。咬着牙要把他说完。放过我吧！救命啊，怎么办我？太可怕了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哦，特别受不了，到此结束了。